在走进办公室办公，是吧？美国前任总统叫做小布什，他爸爸呢叫老布什，我们长沙话把他叫做老布什。哎，一家出了两个总统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出了两个总统啊？全家从祖代开始读经典，其中他家里每天晚上雷打不动，全家人不论大小都会读经典。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，你带了同学们读，你家里读了没有啊？每天晚上读啊，不论大不论小都要读啊。所以他家里读出两个总统，读什么？读中国，其中有中国五部经典，他读中世界的经典，其中读中国五部经典。所以他家里读出两个总统，马上出第三个总统，第四个总统。你看全世界掀起国内，我们整个国内啊，都掀起国学热、传统文化热。中国孔子学院总部成立，我们国家大陆啊，国家我们成立，国务院成立孔子学院总部，不是在教育部成立了，不是在文化部成立了，而是在国务院成立孔子学院总部，负责指导全球孔子学院，并且中央正式下文件了，国内也要建孔子学院了。你看各个大学设立国学院，现在各个综合大学，武汉大学、华中师范大学，很多复旦大学建孔子学院了，中国人民大学率先建国学院，姬宝成校长2005年就建孔子学院啊，设立国学院。清华大学80年前有国学院，中断了80年，现在恢复了，恢复了，是吧？清华大学设立国学院，中国国学院大学成立了，国家成立国学院大学，温家宝总理专门为大学提校训，你看怎么提的？回溯源头，传承命脉，后面四句话张载的，是吧？我们经典老师大家都知道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温家宝总理亲自为国学院大学提校训啊，我们在座的各位经典老师啊，应该要感到鼓舞，后面更精彩的、更鼓舞的在后面了，是吧？第三，全国成立各种国学研究机构，各种研究机构，华夏文化纽带工程成立，谁来担任纽带工程委员会主任啊？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，华夏文化工程来担任华夏文化工程纽带工程的主任，是北京大学著名语言学家、文字学家、训诂学家、哲学家、国学大师，是吧？许家禄先生啊，许家禄先生多次参加我们的活动啊，来指导。第三，中华文化促进会成立，促进会谁来当会长？文化部长，原来的文化部长，原来河北省委书记高稼祥亲自担任
中华文化促进会的会长，中华孔子学会成立，老子研究会成立，庄子研究会成立，墨子研究会成立，易经学会成立，经学研究会成立。你看各个学科啊，诸子百家都有研究会专门研究来传承中华文化。第四点，你看大量出版国学书籍，现在到我们书店里去啊，摆的最多的、印的最漂亮的、最美的，就是我们的国学书籍啊，我们国家大量出版，我们中央出一本中华文库，温家宝总理一次性批了2.5亿，你看是吧，把中国的全部的经典用4种文字编出来，中文、英文是吧，还有我们的这个粤语是吧，有正体字和简体字，也方便我们台湾同胞、香港同胞和海外的侨胞来查中国的文化。现在编出来的，你查进入这个文库不要钱的，免费，国家花了几个亿是吧，哎，有简体字有正体字，我们大陆把它正体字叫做繁体字，哎，不能叫繁体字，我们叫做正体字是吧，哎，正体字，我们台湾同胞、香港同胞、澳门同胞啊，还有东南亚海外的华侨都用正体字啊，我们大陆的一些人偷懒搞成简体字，把字越简越不像字啊，把中国文化都丢了是吧。好，各类干部公民学习传统文化了，你看我们公安局长、公安局政委、派出所所长都来学传统文化了，我们教师来学传统文化了，大学生来学传统文化了，企业管理老板来学传统文化了，现在老板到北京大学呀学国学，国学班学费一年58000，清华大学学国学38000，你看现在学国学的，我们过去去参加学习都是28000最低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师资培训班是吧，吃住学习一切资料1600块钱是吧，哎，所以我们要推动传统文化。